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望向快报。今天录节目日子是2019年9月27号，这里有我纽西兰的易德台阳，另外也在澳洲真 DC。 喂，大家好，台湾许留山，好长，他刚刚走开了，不紧要，煮饭，应该是煮饭，煮饭，那我就，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监听，是吧，在这里，在这里，你好，你好，你好，落了米，是吧，是，煲紧，按一阵，按一阵就可以了，那，加拿大加灿生，哎，大家好，大家好，节目之前啱听俾个 like， 最好啊 share 埋啲朋友啊，最紧要订阅我哋频道，同埋订阅其他我哋嘅细台23456 7号机，全部都喺晒呢个社群入边嘅。咁啊，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啦，我哋继续同埋宣扬和平嘅声音啊，系啊。今节我哋呢一节我哋讲咩话题啊？咁啊，梗系琴晚嘅事啦，即係昨晚啊，和李飛之後，唔係和李傾之後啊，林鄭一日啊，各界嘅講法啊，首先就睇下邊個係得益噶，邊個贏家輸家平分啦、啊。但係首先第一個講嘅咧，就係嗰兩個有兩個喺女士啊，成場其實係嗱、啊、之前咧嗰啲黃絲嘅傳媒就一不停咁講噶啦，阿林鄭不過做 show， 依個係藍絲大 show。啊！啲人一定會講撐政府嘅點點咁啊，結果訪問咗30人，係得4个撐呢一個政府嘅啫，並且有啲建議嘅、哦，有一位就有建議嘅，建議好辣嘅就係、是反蒙面法、清查港台、清查教協，係立法唔係反，係立法。係立反蒙面法等等啦，即係好多直情咁樣講，那個女士據說已經未人起咗底啦。咁啊，另外一位係已經起咗，唔係據說啦。哦，另一位咧就有另一位女士講完之後，俾人起底就話啊，原來佢係警察嚟嘅，點點係咁喺度講話嗱，睇下做妹啊做妹咁。咁啊，今日啱啱依一個叫做那個警方啊。警方那個新聞發布會就話依位女士係前輔警。啊！幾年前離職就係光明正大，同你哋依班琴日揦住塊蒙面都可以上去講嘢嘅，啊！唔知點解得嘅，一模一樣，係光明正大，而且冇蒙面嚟講有乜問題？咁話佢哋就係咁啦。嗯，咁啊，真係做妹喎、啊，我覺得嚇、啊，喂，點解佢哋可以蒙面啊？我做到妹啦，搞错益晒班黄色啊！咁啊系啊，喂，九成系佢啲人啊，咁啊，咁系八成半，八成，对唔住吓，三十里边有4个啫，系咯，咁得了，即系老实讲，即系老实讲，讲到明，你成日话人做妹，点点最后咪又你摆到明，而家系俾你噶，咁你哋仲话要做妹？之前嗰啲所謂漫畫家啊，係咁畫畫，詆毀佢啦。咁而家人哋唔係，咁你想點？企喺度俾你當沙包係咁鬧，真係沙包嚟嘅啫。大家即係其實咧，好多 YouTube 上面都有成個直播現場嗰啲 record 嘅，大家可以睇下係邊個喺弱勢，一睇知道邊個弱勢啦，係嘛，老細？係啊，最乞人憎嘅咧，我係見到有啲人咧。影到咪有一啲坐喺度嘅，後邊有個耳機喎，即刻話睇下，話150人，100个就係官兵，100个先，50个先係自己人，又喺度講，大佬，人哋都要知科噶，你會唔會抌鞋啊？你班人傻噶嘛？可以戴住個口罩嚟講，係喺最前嗰度接住你啲鞋啊嘛，可以係係咯，真係成班人都是即系双重标准啦、啊、不过咧，班人咧都系即系呢啲咁嘅咩和你倾嗰啲咧，其实即系唉，好心一次就算啦。呢啲其实作用又不大，只不过俾嗰班人我嚟做新闻咁样，唉，搞嚟做乜啦？林郑即系。许留山，你系都属于公关界，你觉得呢一次系成功定失败？达唔达到目标？如果在政府的角度来看，那當然是失败了，是吧？
如果在那邊黃絲那邊呢，那他們當然覺得是成功啦，因為他們可以當面質問到一些，即是兜口兜面這樣等了這個機會很久了，其實都某程度上，但如果政府再這樣做下去呢，作用不大，答不到一些很核心的問題，亦不是那些人所說的問題，亦都是只不過代表很少數，談不到什麼，有些像那時候梁振英那些什麼原子筆拍子簿接凳就跟大家傾，跟住可能幾次之後就不了了之了。咁但係嗱，今日嗰啲民建聯嘅走出嚟啦，阿郭佩凡就話俾大家消消氣，表露善意，佢就咁講。咁啊，當然啦，有一個神經刀就話佢唔會應市民訴求，話佢係垃圾啦。嗰、那個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咧？啊，咁啊真係唔知喎，係啦係啦。蔣麗雲議員說他沒有回應訴求，根本是沒什麼用。但他說這番話之前，有一個人就走出來跟他說，以下這番話不代表建制立場，就把麥克風交給蔣麗雲，蔣麗雲就這樣說。蛤？事都這樣的？那些什麼訴求，為什麼要出來這個和理談才答應，是吧？就這樣都答應得了，就是你就這樣開那些，好像上次那樣撤回那些，開個電視講話咁已經搞掂啦，咁使乜一定要落去先至應承訴求啫？如果喂個個佢落到去個個講邊樣要應承邊樣，喂黃大仙都搞唔切啦，真係。所以呢班人都係冇差用啊！呢班建制派真係冇差用，我哋講咗好多次，其實佢哋啊同即係某些啦，唔敢話全部，其實同嗰班泛民一 Q 樣，都係選舉近了嚇、啊，都係為咗留翻自己議席。所以我們一直都說阿爺真是最大的冤大頭，給這麼多錢出來養了一班廢物、啊、說完這些事每次都炒車的，不炒車 就是比較樣衰的、啊、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出即是、蔣小姐，其實以前我都覺得你有時候那種辛辣都是一種武器的，但你今次呢、啊、你這樣是 捅回你的、啊你的主旨一刀喎、啊，好似，佢嘅主旨唔係林鄭，佢一解釋，係，佢嘅主旨係可能今次就係為咗選票啦，選舉近了嘛，咁啊，梗係，即係而家你見到啊，其實好多支持建制嘅人啊，都較唔太過喜歡呢個政府啊，都對林鄭不滿啊，所以順便一齊捅多刀咁啊，順應民意啦，叫做和你捅啊。叫做哇！血淋淋喎，啲事真系林郑月娥真系，系淋血淋林郑月娥啊！哦，但系佢唔，但系佢唔敢做又唔得噶，吓、啊、唔做沙包又唔得噶，即系佢要做啲嘢吹和风。我觉得咁睇啦，即系其实佢吹和风可以嘅，但系你俾一班咁嘅。無組織的、哦、即是他現在講的全部都不知道誰打誰、啊、即是不知道是什麼派什麼派的，那其實你每一次都要讓散兵去即抽擊你的，最後你的給出來的印象就是又懦弱啦，又做不到事啦，之後呢就長了他人志氣啦，那其實有什麼用呢？即係會俾人覺得喂這些這樣的無理鬧哨，一個市民站起身都可以射到你的，那就仲點叫特首呢？係咪啊？我要即係要唞唞啦，翻去。所以咧，呢啲 show 咧都係唔好再搞啦。同埋嗰啲人咧已經係一早有備而嚟啦，就度曬啲punchline 啊，度曬呢啲啦。嗰、那個好似話咩？唔好嗌我朋友，我冇呢啲咁嘅朋友。咁呢啲咪可以俾人攞嚟做生逼咯？呢啲人全部都度過曬先去啦。唉，即係林鄭啲何必咧？咁啊嚇，變到好似一個鴻門宴咁啦。咁就係咁。但是觉得这一次的大赢家是哪个？没人是赢家。没人是赢家。就算是黄丝他都赢不到什么，那蓝丝都会捞回他的嘛。只不过令到个社会 再继续拿去这沉入的单日来撕裂。消费。是啊，又撕裂又消费。由他未入场报阵，那些警察在那已经开始讲，哇这么多人，这么多警察，怎么现在做什么好惊啊那些。咁梗系惊啦，系咪先？即系你掟汽油弹嘅喎，你又系啦，你布阵又得，布阵又麻烦，你哋一嚟搞事，系咪啊？你答你又唔系，答你即系有蓝丝讲嘢又唔得，系咪先？全部讲晒黄丝，咁蓝丝又嘈，唉，我都真系都唔知搞嚟为乜。
即係變咗係我哋，變係我哋可以有節目喺度講下啦，係咪啊？係啦，原來我哋先係大贏家，方向係贏家。不過即係認為唔應該再搞啦。咁如果冇贏家，咁有輸，即係依次係和局啦，覺得係。和局啊，全部都輸咯，即係好似嗰啲打麻雀咁啊，即係咧你個個都你又贏下，我又贏下，到最後贏嘅咧就係個水箱。係啦，係而家贏就係個水箱真。咁邊個最大水箱咧？咁梗係阿何小姐啊，捐錢嗰班啊，仲有準備，等我等日會講嘅，有啲友仔走咗去準備可以選啦啊，政治為置業嗰班可能可以成功啊，咁。咁啊，冚家產真係開心，唉，真係咁啊！除此之外，可以係啦，咁即係認為嗱，阿林鄭就話唔搞新屋嶺啦，嚇係當係話啊，我示好啦，唔做新屋嶺，而且我一定會徹查警察嘅。佢講出依番説話係唔係出賣警察嘅先兆？其實佢不嬲都出賣咗噶啦，老實講。我覺得啦，即係其實我哋我個人覺得，成個運動90%嘅警察都係俾人擺咗上台，其實最慘就係佢哋。係你可以話有啲過分暴力，呢個可能都係事實，但係對於一啲真係真心做好呢份工嘅警察咧，其實佢哋如果我即係我都叫做喺啲類似政府部門做過啦，我會士氣好低落咯，老細又唔撐我，但係我喺前邊又成日俾人打 Q 我，咁我可以點啊？之後嗰個嗰啲之後你屋企人啲又咩嘅？有全部俾人起曬底，我哋啊即係摸向先有睇到啊，有啲癲嘅，仲話要將佢哋差人啲細路哥啊捉曬佢，仲要分屍添。如果你係佢哋，你又得唔到上邊嘅支持，下邊又有啲咁嘅癲佬隨時搞你啲屋企人，咁你會點？其實啊，我真心啲講，我心痛嘅係嗰啲真係盡忠職守係咪咁講嘅警察啊？係啊，佢哋對，即係的確係有啲可能。用咗過分暴力，我唔否認，但係我覺得99%以上嘅警察都係想做好件事嘅啫。咁啊，而家搞成咁嘅話，其實咪解散佢咯，睇下點咯。係嘛？你咁中意解散咪解散佢咯。你竟然支持嗰班人啊？真 VC， 佢哋想話烏克蘭解散警隊喎、啊，嚇、啊，然之後清算警，佢唔係解散咁簡單喎，解散清算警隊喎、啊，擊敗警察。咁我收翻嗰句话，我以为解散咗有得嗰啲人喺度搞嚟搞去，咁咪得啦。梗系唔系啦，解散之前系清算，然之后将佢哋自己嘅人塞入去噶啦。啊，嗰日掟晒子弹嗰啲，个个变晒警察做大蛇噶啦，佢梗系想咁啦。又开心。我讲错人，我唔知个 background 吓，唔知咁啊，冇计啦。要诚心道歉啊！你，对唔住，因为我系发晦气啊，因为我觉得，唉，呢个世界，即系又冇阿头去支持，之后又咁，即系，简直你只系住咁咯，俾人。如果做公职人员，你冇上边啲阿头支持咧，你系冇 Q 心机做噶。系，但系中央支持咯，而家摆到明，中央知道佢想做乜嘢噶，咪出声支持，国家支持佢。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倒，不过林郑这个这样的真是这条这样的废柴，我不想说他废柴，就是有人很不值得，我是即一般市民，我相信或者相当一部分人的市民是很想见到一个比较硬朗的形象的领袖出来，讲回两句说话，公道的说话，就不要经常就不停地吞褪對褪，即係啲黃絲提出佢個所謂五大訴求，不停咁褪啊！其實你嗰五大訴求，你回應過好多次，你咪再明確地咁回應。譬如話，我其中一個訴求就係話要釋放所有被捕嘅人啊嘛，係咪啊？
咁你咪再重申一次，每一單就話每一單案啊，都係獨立咁處理，都係獨立咁審嘅，都係經過證提請證據，同埋我係唔可以干預司法嘅。你講翻你自己職權嘛，你係行政主導，你係行政啊嘛。你雖然你係主導，但係你都干唔可以干預司法。你講翻成個架構出嚟，咁人哋就駁唔到你噶啦。是不是硬朗一點這樣說，但他不是用很淋淋線線的，他那個意義到我這樣說，你可以很明確一句說話人家聽不入耳，你就說一百篇說一千篇，這個是原則，這個是你們為了法治精神的原則，我是根據你們的原則我是去做事的，你們說要三權分立，我就根據你們三權分立的原則，現在你跟我說特赦，我說人治是不是，你可以這樣說的嘛，咪嚴格執法咯，係咯、啊，你哋話香港唔要人質啦，香港唔要追隨法律要求，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就係根據你依個觀念去做，將個程必要時揾人畫個程序，懶人包，依、這個就係程序啦。你哋係咪唔識啊？直情咁講，你哋而家係想要我特赦，要我放過你哋，咁依個係咪法治啊？你講一次冇人聽，講兩次，講三次，講四次，我人用錄音機，你可以話依個係大道理啊嘛，一加一等於二啊嘛，我講一次你唔明，我咪再講咯，得唔得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串人嘅話，唔得嘅。嗱，依個係乜嘢嘅？下次又閃閃縮縮，你做乜啫？同埋咧，佢唔單止閃閃縮縮啊，係閃到連新屋領都冇埋啊！即係因為咁多呢啲咪傳聞出嚟啊，講到鬼影重重啊，好似人哋咪以為係真嘅咯。係啊，喂！如果你依一縮嘅話，咁係啦，咁人哋就會覺得，咦，係咪真係真㗎？所以你依家縮咗啊！而家黃絲嗰度已經話啦，依個又係陰謀。佢新屋靚係扮縮，其實而家喺個海島嗰度咩南亞咩乜鬼嘢離島嗰度揾個島。咁犀利啊！以前麻煩，嗰啲監獄而家裝修緊，遲刻就掟曬我哋去嗰度噶啦！啊，又造謠啦！扣留犯可以運去一個海島嗰啲，好係啊！嗰啲咩軍艦島嗰啲咁嘅嘢咯，話香港軍艦島啊咁啊！做苦工啊嗰度，好唔好啊？使唔使啊？真係頂你個肺啊！佢哋嗰班人基本上你縮一步，佢用另一步。呢班人唔講道理噶嘛，歪你滿嘴噶啦。唉，咁啦，咁啊，即係依一次大家都總結係冇贏家冇輸家，係一個和局。有冇啲乜嘢？我覺得政府輸喎。啊？我覺得政府輸喎。政府輸。都不單止喎，係普通良民都輸喎，香港人一齊輸啊，係嘛？即係仍然係嗰班暴徒，咁啊係，嗰班人好似氣勢又強咗翻啲，唉，唔搞好嗰個。佢哋有啲人就話佢哋人數少咗，就所以咧就啲行動咧就咁激，要咁快就埋身打，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只不過戰術改咗啫，我覺得就係。我哋呢節咪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好似係呢節時間差唔多，咁我哋翻嚟再講啦。好好。